各位大家好，今天来看一下 FreeCAD 的曲面造型实体的两个不同的绘制方式。首先，变形档建立八体，然后建立草图，我们选 S 立平面，然后绘制建构线。尺寸决定尺寸90，决定尺寸16，决定尺寸绘制圆弧终点，决定半径210，决定几何基数，固定点与物件上，固定点与物件上，圆弧跟线相切。距离10，好，可以10，决定基准平面 ，OK， 翻转基准平面，Y 轴向。90度 ，OK， 点选，绘制，对称，半径100。距离60，固定点，切换可见线，进行扫虐，扫虐功能，点选抽图一，扫虐路径，完成 ，OK。点选物件，偏移 3D， 6，填充 ，OK。哦，那这个的话，它 offset 以后，它跟扫虐它都会是在外面。好，那我们再建立的新的 body， OK， 就是我要复制的。我刚才看不到，是因为 body 被切掉。好，点选这个复制 ，No， 点选这个贴下，然后。进去，然后把
这个缺点，底下这个。旋转轴，那 R 是100，所以说要相对100的地方去做旋转。好，那以这边为基准，那画一个建构线。打开，哦，两个小略的差异，一个是会在body里面，那如果是用零件的指令，像这边零件指令，它就会出来。那像我们在用的这些是零件设计的指令，它就会在body下面。这就是这两个曲面设计的一个差异性。那因为我们刚才在画的时候已经有一个弧度转过来，那所以说这边body的话就是直接从正面去切。好，那因为旋转的话，它这个弧度它就没有不会去切，它就是整个直线旋转。但是弧度会是一样的，所以说要再做。这边切是轴向的一个部分。那假设我们现在切一个造型，我们就再创建另外一个 body 来针对这个跟 offset 来做那一个
六十，那直接填充六十或五十，我给他五十 ，OK。那因为我们要两个，就是克隆一个，哦，那就发底一跟实体直接做交集，那克隆跟这个也直接做交集，那得到两个都会是一样的。那当我们在用这个零件的指令的时候，它又会切换到外面，只是说这个它有涵盖到 body 外的部分。好，那今天就先练习到这边，谢谢各位。